8月6日，景甜现身北京机场，她身穿一件格子外套，内搭黄色吊带，下身穿一件黑色短裤，脚踩白色长靴，大秀美腿，但是被网友们吐槽胖了。不过这么热的天，难道不热吗？不怕中暑吗？景甜一头短发搭配黑色墨镜，十分的干练，斜挎一个酒红色的包，自带女王光环，气场十足。不过景甜的脸肉嘟嘟的，从远处看来竟然双下巴都出来，而且看着大腿也胖了一圈，难道这都是被爱情滋润的结果？估计又有人要传景甜怀孕的新闻了。网友纷纷留言说道，真的越来越觉得她长得好像国民老公，美时尚有气质，被幸福喂胖了吗？近日景甜在微博上晒出九宫格美照，写道，三伏天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呀，李新月的旅行暂时返程啦，放暑假啦。景甜晒出的自拍照中，身穿棉服的景甜一手捧着鲜花，一手比威。不过景甜所在地方只有几度，所以温度非常低，因此穿厚棉服也不奇怪。网友纷纷评论道，美颜暴击啊，女神美美哒。